进去，好，自己不自动，自己不自动，这样推的了哈，不要管了，用带的来，来，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用带的，管了，你怎么这样抓人啊？我又没有抓你，我又没有抓你，好，麻烦就自己找吧。 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记者会。那刚刚你的朋友看到今天在景美人全园区发生现场的状况。那我们现在剩下的学生在这个地方，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旁边是那么多的警察，然后我们现在被困在这里，就是警察不让我们离开，然后就是把我们关在这个地方。然后我不知道我们台湾的法律发生什么事情了，就是可以这样子限制人民的自由。所以当现在的民进党政府告诉我们说，过去国民党政府是威权的，然后他要提倡人权，要人权立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你有什么立场，有什么资格来跟我们提人权？在今天的国际人权日，在景美人权园区，我们看到。 我们被拘禁在这个地方。今天感觉到非常的心痛，尤其是刚才我们在前面经过的时候，希望陈总统经过的时候可以收一下我们的陈情书。那院民们也是被警察们硬是拖着的带走。那我不知道陈总统所谓他们说喊的人权立国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对待这些老弱院这些边缘的弱势，难道就是不一样的标准吗？难道对于他政治利益没有任何收益的人，就是一个毫无利用价值的人吗？我大概阿伯阿姆卡手拢歹势，阮遮的学生就是看阮遮阿伯阿姆大家拢足可怜的，无卡无手。伊今仔日无得到什么，就是拢来疼阮。今仔日因就是歹人，今仔日王国警察安尼来吼，我就感觉心痛。 永拜会记你讲，过时代掠来时阵，还佫即马，佫国民党的时阵，佫即马讲叫做民主党的时阵，全然拢共管。你若民主，敢是会使互阮百姓去诉求伫伊的面头前？不过阮遮警察袂当互阮挂去啊，共关来伫即个巷仔，共关咧啊，互佮共拖，互佮共救。大家拢吼，即马一个学生嘛受伤，阿妈棍拢红记记，头壳嘛红记记咧，有病。 这里的观光客压力还是不够，关注到一点啊！不一定，这是公共道路，公共道路，人民是公共道路，人民是公共道路，警察有一次啊，警察有一次啊，违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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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点啊，奇怪什么？为什么要我们的资料？我跟你绕回原点，你把资料拿出来，就这么简单。警察违法！警察违法！警察违法！